你看，他们都一样。结婚的时候乐呵呵的给你办了，一旦说到要离婚，个个跟你吹胡子瞪眼。哎，你要是着急的话，咱们明天先去法院。哎，我觉得是离婚这办法也不错，至少可以让我们想想这段时间都干了些什么。哎，啊。嗯，刚才我们在里面调解的时候，你都要跳到桌子上了，你就那么想跟我离婚啊？不是，我是看你一直在哭。刚才那个大妈东拉西扯的，一会儿这个邻居，一会儿那个，我着急吗？反正你总是有理，说什么都是为我好。哎呀，反正我说什么你都认为我不对，我都习惯了。你习惯什么呀？你习惯我还不习惯呢。结婚之前说的多好听啊，说什么以后咱们天天过情人节。可是你自己想想，结婚之后你12点之前招呼几回家？哎，我这段时间我不是忙吗？我去开工作笔会啊。你也知道我其他同事都可以住宾馆，我每天晚上不管多晚我都回来陪你。我错了。哼，谢谢你那么惦记我，你回来还不如不回来。一身酒气熏得我半夜都睡不着，第二天早晨又扔一堆脏衣服，话都不说一句就滚蛋了。哎，什么滚蛋不滚蛋，你话别说那么难听行不行？我这是去工作，我去开会，我每天回来看你睡那么香，我不忍心叫你吗？我每天都要排练，晚上还要收拾你弄的垃圾，我早上当然困了。哼，你想赖床就赖床，你不要强调客观理由啊。我哪次叫你你不冲我吵？你每次叫我都叫那么难听，我能不冲你吵吗？我每次叫你都叫不醒，我能不着急吗？你要着急你就别叫啊。好，我叫你也不对，我不叫你也不对。行，那我以后不回家了，你满意了吧？哼，总算说出心里话了。还不知道这想法你憋了多久了？我从来没这想法，这都是你逼出来的。能被我逼出来，就说明你心里早有这想法。哎，好好好，我反正跟你说不清楚，我不跟你说了。好吧，那我以后也不会再烦你了。我谢天谢地。看什么看？没见过两口子吵架。我知道，我不是不理解。书都已经快上架一个月了，按照合同你书款早该打给我了。哎，你说好了今天结清首付的，到现在账上连个毛都没有。哎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什么？你要看实际销售情况统计数字出来之后才能给钱？大林，我告诉你，你他妈吃人也要惦记着吐骨头。稿费老子不要，你小心缺德出门被车撞，我免费给你写记文。喂，妈。安文呐，你和小兰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？你老说明天明天，眼看就要彩桥了，你怎么还没动静啊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们确实都没有时间，回不来啊。那小兰呢？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跟小兰说。沈兰他们剧团有节目，回不来。哎，那怎么行啊？哪有结婚头一年就不回家彩桥的道理呀？你爸爸呀，跟亲戚们都说好了，彩桥会前要办场酒席，这人都不回来，成什么体统啊？安文，
听见没有？哎呀，你听见没有啊？听见了，听见了。我跟他商量商量，好吧？啊。借个笔。
稿费的首付我已经打到你账户上了，8000，我跟社长争取下来的，不多，先用着。来，谢了。你前面几本书啊，都是我一直做着，啊，这销量也不错，评价也挺好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你把这爱情啊，写得太完美了。人们就是因为看了你的书啊，才结婚的。可自打你离婚以后，你完了。你都写些什么？爱情生病了，爱情死亡了，差点没把我的裤点赔进去。我哪知道这结婚大事儿这种小事儿会那么复杂。哎，你们出版社不是在策划一个藏羚羊的纪实报告吗？嗯，对。我去可可西里放羊去。你去可可西里去放藏羚羊啊？来来来来，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失败？结婚才2个月就离婚了，啊？我妈病好了以后，她就觉得她时间不多，天天催着我把儿媳妇带回家。可你知不知道，今天上午我才和沈兰良把离婚协议给签了，她都已经买好回澳大利亚的机票了，我还巴巴的求她跟我回家。当初你结婚的时候，我是怎么劝来着？一定要慎重，不能因为才认识几天你就冲动，你听不进去。后来你离婚的时候，我又是怎么劝来着？一定要冷静，不能因为在一块生活了几天，就觉得过着没劲，你还是听不进。现在好了，你怎么向家里交代？大不了我就回家负荆请罪。请罪？可你妈那心脏行吗？那我就到可可西里放羊。哥哥这事儿都经过，哥给你出个主意，你向沈兰道个歉不就完了吗？道什么歉？我又没错。嘿，哥，你领导来了。阿文，别喝了，沈兰在前面等你呢。明天你几点钟飞机？我送你。上午10点。你熬夜惯了，别起不来。没事儿。你又喝酒了？又来了。你妈妈这两天老给我打电话，我也不想让她老人家伤心。赶紧回家收拾收拾。沈兰改签了明天的机票，跟你回家。也就是你妈那一个个电话给劝的，她以为你们俩吵架了。你自己做了什么，就知道要求别人。哎，沈兰这个情分可大了呀，看你小子怎么还。有专家指出啊，你们剧团的排练岂不是已经推掉了吗？哎呀，爸，对不起，我不是不回去，我是真的有事儿。这两天临时有些事儿，我回不去嘛。大学你非要回国念，毕业呢你不肯回来了。这边皇家歌剧院我已经给你联系好了，多少人削尖脑袋想出国深造呢？你在那个剧团我们把这部关于我国从1991年到2016年16年，很多人喜欢出国啊，那是别人的事儿。
反正我不喜欢。这个表中可以看出，离婚案件的比例总体上是有所那是你的事儿，并且占据了离乡市案件较大的管啊。近年来啊，爸，许多国家的离婚率直线。等我处理完了这两天的事，在过去一百年间，我就回去。以后天天陪着你和妈妈。哎，这样我就放心了。哎，你抓紧时间，爸爸来给你办签证。我国1980年爸再见。4.75%，而到了2007年，离婚率竟增加到13%，有的大城市甚至达到了25%。其实我觉得张教授把这个问题当成了一个太过于严肃的话题来讲了。传统是讲啊，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嘛。结婚啊，在过去的国人心目中是一件人生大事儿啊。然而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，人们的婚姻观念和现状也在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中不断变迁嘛。那么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呢，男女的地位也越来越平等了，人们对婚姻生活有了更高的要求。先生，送花给女朋友的吧？啊，是送给我老婆的。啊，先生，你可真够浪漫的。现在结婚了还送花给老婆，像您这样的丈夫已经不多了。送你的花，没想到现在才收到你的花。怎么还没到啊？是啊。车过来了。哎，怎么不动了？是不是没有油了？醒醒！哎，醒醒，到了。谢谢。没事儿啊，这么快？下午吧。
过去看看。哎，他过来干嘛呀？行了，我可以了。哦。儿子。妈。妈，你们怎么还出来接啊？媳妇儿，快过来。让妈好好看看，啊！哎呦，哎呦，这怎么看着跟照片上不一样呢？瘦了。啊，妈，我在减肥呢。哦，对，妈，演员要保持身材。减什么肥呀？她本来就不胖嘛，多糟践身子呀！啊，沈兰，啊，要不你陪爸妈他们先进去坐吧。哎，我们走吧。哎，慢点啊。阿武，过来帮忙。媳妇儿啊，快快来坐坐坐。哎，哎呀，走了这么远的路，也累了吧？来，坐。哎，坐下。吃点花生。哎。倒车请注意，倒车请注意。来来来，你坐坐坐坐。哎。倒车请注意。坐下坐下。嗯。倒车请注意，倒车请注意。好吃吗？喝点水。嗯，啊，谢谢。哎，你坐，你坐，坐，坐，坐下，坐下。安文给我们寄的照片啊，只有巴掌那么大。我和你爸爸专门去居水找人放大了一张。啊。取下来吧，看着像泥像。这孩子，你怎么胡说呢？啊，妈，别生气，别生气啊。人都回来了，到镇上照相馆再去照一张就是了。也行，反正这张照片啊照得也不大清楚。嗯，你们赶快到集上去照一张，明天要摆酒席，得把它挂起来。嗯，嗯，妈，酒席我们就不摆了吧？我们在城里摆过了，再摆多浪费啊！不摆了。你们摆是你们摆，到了家里呀，这礼数一样都不能少，要不然呢，乡亲们。得说我慢待儿媳妇儿了。嗯，嗯，妈，我不介意的。夏兰呐，我知道你是为家里着想，我寻思着你们回来呢，再拜会他啊。嗯，还是请客吧。反正你们婚已经结了，就是不拜堂，那客还是要请的，不能坏了规矩啊。好。你们现在去镇上照照片吧，回来啊还要给你奶奶上坟呢。你怎么了？你别哭啊！我知道你委屈，我也没办法。
哎，你们要的是加急的哦，再不快点儿，今天拿不到啊。哎，靠近点儿，点个靠近点儿嘛，照结婚照呢，要亲热点照出来才好看呢。好了，来吧。两个靠近点儿，笑一笑。OK。怎么照的还不如这一张呢？这哪是什么结婚照？走吧，去给你奶奶上坟去。小兰，你也去吧。嗯，我。哎，妈，这女人不是不用上坟吗？你不知道，俺家的媳妇儿进门头一年都要上坟，这是规矩。应该的。七上八下的，哼，他是想跟你说话，又不敢。嗯，他小时候得过急性脑膜炎，脑子有点迟钝，内向。娘啊，给您送钱来了，这一年全靠娘忽悠的好，家里喂了八头猪。卖了七头，过年杀了一头，庄稼收成也好，村里把路也打通了，现在也不收农业税了，村里的娃娃上学也不要钱了。娘啊，你大孙子也带着你的孙媳妇来看你来了，明天就给他们办酒席。娘，你要保佑他们小两口平平安安，恩恩爱爱，给咱们安家早点续上香火，最好头生就是个大胖小子。好了，给你奶奶磕头吧。小兰，我鞠躬行吗？嗯，你们城里人是不姓这个？啊，对。可我们乡下人都这样，这是规矩。你要是不磕头啊，别人会说闲话的。
奶奶，你好吗？爸，爸，准备好了，来，放吧。行了。爹，还有吗？给我一个。给。谢谢。你怎么了？你有什么东西啊？你好像有心事啊。小心点。没有啊。哎，你看，你媳妇儿挺喜欢你弟弟的。可好吃了。真的不吃虫。你那有没有？你拿走啊，拿走，我可不吃虫。我说啊，这个猪牛真的可好吃了。哎呀，不吃不吃。我跟你说了，听我说嘛。不吃。哎呀，你吃。真是的。哎，把你弹弓借我玩玩，拿来。当心点！哎，爸，哎，妈，阿吴。这是干啥？妈，今天是高兴的日子。妈是高兴。妈看着天天盼的儿媳妇儿就坐在我的面前，妈是高兴啊。哎，高兴，来，哎，喝一杯。来。哎，谢谢啊。安文啊，啊，小兰到咱们家，你给你老丈人打个电话，报个平安，啊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父母都在国外呢，长途贵得很，还不用了。这是礼数，总得说一声嘛。国外我们是去不了了，你打个电话问一下亲家好，啊？哎，啊，喂，什么？澳大利亚？啊啊啊！好好好好好，我们都好，代为你家人好啊！哎，谁呀？乐成那样？安稳。那你还乐什么？装女婿。哎，我说安文啊，你跟你妈说几句好吗？啊？哎，好好好，不行，好，你等着。安文呐，没有欺负我们家沈兰吧？你们在山下过得还好吧？安文啊，这长途挺贵的，我跟你妈正在悉尼歌剧院看歌剧呢。咱们改天再聊吧，啊！哎，大林，你说安文现在是什么表情？安文，电话里听你岳父的声音还挺年轻的啊。每年的彩桥会呀，四里八乡的人呐都要来。
有认干爹干娘的，相亲的，还有跳狮舞的，划旱船的，有往水里撂钱的，上庙子求神拜佛的，那山洼子里啊，桥上桥下挤满了人，热闹得很。这些都是彩桥用的纸衣裳啊。是啊。安文，安文，给我也倒杯水，我渴了。你有嗑瓜子的时间，不会自己去倒啊？安文，倒杯水。又累不死你，快去。妈，爸，你们也渴了吧？哎，给妈和爸也倒一杯，别光想着自个儿。啊，快倒啊！后天呢，我带你上香呀，求佛去。听西村的三姑说呀，你们投胎肯定是个小子。三姑是谁啊？算命的半仙儿。哎，妈，今天阿武怎么睡那么早？我回来也不陪我说说话，我去看看。去吧。阿武，开门。干嘛呢？快点。来了。什么事儿？哎，我还以为啊，这彩桥就是上那桥上溜一圈就完了。这传说啊，在很久以前，沮水河来了一条恶龙。这条恶龙每一年从方圆百里之内找一个漂亮的姑娘给他当媳妇儿，要不然他就兴风作浪。村西有个姑娘叫米香，跟村东的后生石头啊，从小青梅竹马一块长大。就在他们准备要成亲的时候，这条恶龙就把小米香给抢走了。小石头为了报仇，他就四处拜师学艺。后来鲁班大师教他在沮水河上架起了一座桥，把恶龙给镇住了。桥修好了以后，人们为了庆祝，就来到桥边，有的烧香，有的放鞭炮。可是鞭炮一响啊，把恶龙给惊醒了。恶龙想把桥给拱垮了。这个时候，人们都跑到桥上去踩踏。所以啊，人们为了求福，每一年都到桥上去踩踏，就变成了踩桥会。每一年的踩桥会啊，那真是人山人海呀。我年轻的时候啊，那还是武士队的队长呢。嗯，真的？是啊。哎，现在不行喽。小兰啊，明天摆完酒席，后天咱们一家子高高兴兴、团团圆圆去彩桥啊。这真是个凄美的爱情故事。今天我就和你一块儿睡了。为什么？我难得回来一趟，想陪你说说话。骗人！哼，从小到大你最看不惯我了。啊，知道了。哎，给我留着门。进来。我来拿个被子。哦。笑什么呢？笑什么呢？说出来，让我也分享一下。你妈说啊，你小时候梦尿，都六岁了你还尿床呢，你怕人家笑话你。晚上睡觉啊，
就用鞋带把下面给绑着，结果半夜被尿憋得哇哇大哭呢。我妈说这些干什么？哎，对了，你妈还说啊，哎，好了好了，不管我妈说什么，你可千万别给我说出去啊，不然我真跟你翻脸啊。你以为我怕你啊？你爸说了，你要是敢欺负我，小心那把鸡毛掸子。他说他就打过你一回，因为你在人家墙上用粉笔写字骂人家。哼，我爸还好意思说，他怎么不说我为什么骂那个女人？哎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我觉得吧，你和你爸之间有点怪怪的。不早了，早点睡吧。哎，你，安文找上这么个媳妇，我这心事啊，就了了。这辈子总是要结婚的，总要找一个自己中意的，这辈子呀，才好过。哥，嗯，我觉得你跟你媳妇儿有点怪，不正常。有什么不正常？她看你的眼神儿，跟房条狼似的。那是爱的眼神，你懂啥？睡觉。醒醒，起来了。我能不能再睡一会儿啊？起来了，我妈把早饭都做好了，赶快起来吧，待会儿还要到三叔他们家去。快点。早上好。早。哎呀，小兰，妈，来吃个甜水蛋。哎，吃个馒头。啊，谢谢。哎，我把菜拿去热热啊。啊，谢谢妈。谢谢。小兰，啊，爸，吃早饭吧。吃完早饭还走亲戚呢。哎，好。快点！他们在说我什么呢？他们在说你漂亮。哦，啊，城里来的吧？嗯，就是啊。哎，好。啊！滴滴滴滴。
滴滴呜。小五，别在你哥车里头瞎折腾了。老安呐，买袋洗衣粉去。哎呀，你让小五去买嘛。小五，哎，买袋洗衣粉去。哦。妈，再给我5块钱，干啥？有用。给。哎，快去快回啊！哎。来来来，哎呀，好久没来看你了，快快快，哎，坐，快坐下，坐下，坐下，哎呦，大家都坐，一路够辛苦的了，不辛苦，坐呀，坐坐，这是给你的，安稳坐啊，喝点茶。哎呀，真是，到家了还这么客气，安稳啊，喝水喝水。哎呦，长得真漂亮啊，就跟画上似的。安稳呐，哎，这回你妈可没啥说的了吧？天天盼着儿媳妇儿，现在你给她领回这么漂亮一个儿媳妇儿。你妈就是睡着了都会笑醒的。是，今天晚上大家都到家里坐坐。这当然要去了，这杯喜酒肯定是要喝的。是啊是啊。哎呦，看看多喜欢孩子呀，肯定生个大胖小子。哎呦，啊啊，你们喝茶喝茶，喝茶啊，喝茶啊。小强，叫阿姨。哎，小兰，啊，你过来，你过来一下，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啊，过来，小兰啊，哎，三婶儿，你来了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你拿着。三婶儿，不不不，我不能要，我真的不能要。你这次来。三婶没什么准备，这是一点小意思啊！来来来，拿着，我拿着。哎呀，我你看，别看他的，听三婶的，拿着。三婶，拿着吧，这是婶娘的一片心意。嗯。啊。这边看看，有蓝色的吗？没有。我这个便宜。哎呀，那边5块，你那10块。5块，5块我都要要，你拿，我全买。有蓝色的吗？没有，黄色的要不要啊？有蓝色的吗？没有，下次进货的时候给你带一条吧。下次你拉一车来，我也不要。妈，哎，小五啊，今天太阳好，
等你嫂子屋里把被子拿出来晒晒啊。去呀，孩子。哎呀，哎，小五，快，快来看看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哎呦，来来，你看，我真大意，忘了摸一摸包了。哎，别是什么重要的东西吧？离婚协议书。施主今年提前来了，事情到了该了的时候了。明天彩桥你还来吗？不必了。几十年的桥最后这一遭便不踩了呀。阿弥陀佛。太平桥啊，看起来很普通嘛。桥是普通的桥，只是来这儿踩桥的人怀着各样的目的罢了。桥只不过是人的一个寄托。哎，那你的寄托是什么呢？我没踩过桥，因为每个来这儿的人都有寄托，只有我没有。我讨厌这座桥。我吧，外面有个情人几十年了，每年踩桥的时候就是他们相会的时候，一个在这头，一个在那头，隔着中间的人群，他们远远望见。我觉得这场面一定很浪漫。我爸把家里的传家宝那个戒指都送给那个女人了，我妈这辈子手上都空空的，什么都没有。但是我看得出来，你爸对你妈挺好的。嗯，我爸和我妈倒是从来没吵过架，连发脾气也没有过。上次我妈害了场大病，喉咙里的淤痰憋得气都喘不上来，连医生都觉得没希望。可是我爸他不肯放弃，他就一口一口地给我妈吸痰。从此以后，我妈就觉得世事无常，她现在唯一剩下的希望就是家庭能够圆满。我也不知道我爸对我妈的责任是真的，还是我爸对那个女人的感情是真的。也许都是真的吧。
把东西放那儿。师傅呀，你把这包打开一下啊！哎，李师傅，把这个葱给弄了。哎，大家辛苦了啊！大家快点，待会儿客人呢。哎，小兰，哎，快点！你福气好啊，找个女娃娃像仙女儿一样。小兰，啊，你去收拾一下，待会儿客人就要来了。哎。阿文呢？你也去收拾一下吧。哦。嫂子。啊。你过来一下。哎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哎，坐。哎，坐。你找我什么事儿？说吧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我写了一首诗。嗯，你能不能帮我誊一遍？我的字太丑了。给我看看。哎呀，给我吧。你是写给心上人的吧？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。是去年彩桥的时候认识的。嗯，他笑起来眼睛就像天上的月牙。他是不是一笑就把你给迷住了？他根本就不认识我，也从没对我笑过。但我想一定是这样的。哦，他脖子里系着一条蓝色的围巾，跟你这个一样。我想给他买一条，可惜没有蓝色的。我送给你。真的？拿着吧。拿着。拿笔来，我给你誊。哎，安武，我觉得吧，你要是当着他的面儿朗诵给他听，他一定会更开心的。朗诵？嗯，我读不好。哎呀，没事儿，只要多练习一下就行了，真的，没事儿。谢谢哥哥，来。哎哎，嫂子，一会儿来找你啊。谢谢谢谢谢谢了。来，慢上。哥哥、嫂子、妈、爸，你们慢慢吃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坐下吃。哎，你干嘛去？我有事儿。叫齐叔给我们来一段歌堂。齐叔要来啊。好，齐叔。来，东边一朵紫的云哟开，紫云哟开呀、西边一朵嘛紫的云哟来，来吃吃吃吃吃，紫云也来，大家吃啊，大家吃。两朵祥云呢，同乡会，同乡会哟，我东方引出嘛新的人也来，好，新人也来。一定猫儿啊，圆有哦圆哦圆有哦圆啊，一对那个金花满插猫儿眼，插猫儿眼。
送给新郎哎，送给新郎哎，来带哟起哟，来带哟起呀，好是那个文官哟，武状元，武状元，银郎哎，银在嘞，盖的烟哟台呀，盖烟哟台呀，你是那个梅花满香的杨哦开，香杨哎开，早上哎开的哎，凉的山哟薄哟，凉山哟薄啊，下午那个又开哟竹影台，竹影哟台。读书哎，与你嘞同的桌哟子们写字那个与你哟同年一台，同年一台，与你嘞三年同床哟睡哟，可还不知你是一个嘛女秀才。来来来，喝酒，喝酒。来来来，哎，我有个提议，让安文呐讲一下，他跟咱嫂子是怎么认识的，怎么样？安文讲一下，有缘。他就走到一块儿了。这不等于没说吗？不行，你们俩得各罚一杯。我不会喝酒。不会喝也行，让安文替你喝。安文必须五杯才行啊。他已经喝够多的了，也不能再喝了。嘿，不能喝，不能喝也行，那就亲个嘴儿，怎么样？亲个嘴儿，啊，安文。嫂子可是城里人，别在那胡说八道的。婶子，这叫入乡随俗啊，到了咱们这儿啊。你来了。听说安文结婚，我就过来看看。安文，我也没买什么东西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拿着吧。好什么好？啊，你们吃吧，我先回去了。哎，妹子，一块吃吧。啊，不不不不了。啊，大家伙吃吧啊。大舅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，走了啊。我们也走了，走。走了。走了啊。大哥。大哥啊，你们也先休息吧，我们也走了。喜的日子让我给搅得不高兴了，妹子，你看，哎呀，孩子不懂事，你别见怪啊。水吧，我想喝杯酒。嫂子，我这辈子呀，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了。这个是安家的传家宝，应该传给媳妇儿的，我却不该占了它。现在安文结婚了，我也该还了。嫂子，我这次来就是给你们道别来了。我儿子在成都有工作了，买了房，
说是要接我过去呢。妹子，你是熬出头了，该享点清福了啊。爸，要不我陪你去送送他吧。嫂子，孩子他爸死得早，每次我看到这个戒指，我就感觉到大哥大嫂贴着我的心呢。如今我这一去，说不定我们再也见不着面了。你和大哥一定要保重身体呀。啊，你也要多保重啊。嗯，你慢慢走啊。秀兰，秀兰，天黑，拿着手电。秀兰，秀兰，这个戒指现在才给你，你从来也没有埋怨过我。这是当年你给他的定情物，本来是该你们结婚的，他一个人操持家务，全靠了这只戒指撑着，他才是个苦命的人。小兰，你过来。这个是安家一代一代往下传的东西，是给儿媳妇的。我不能要，妈。我孩子，安文说你是个演员，可我看得出你是个好姑娘，有这么好的媳妇儿能到我们家里来，我自己呀像在做梦一样，可我恰恰自己又不是在做梦，是真的。我不希望我这辈子像我爸一样，以后面对自己的妻子，心里却想着另外一个女人。
已经离开了，对不起。三婶娘给的2000块钱见面礼，我放在信封里了。很感谢你，这些日子让我经历了这么多愉快的事情，这是我从小到大都没有经历过的。我很开心。我们那张结婚照片照得不是很好，对不起了。从认识你到现在，我挺开心的，真的。原来可能是我们都太任性了吧。这两天，我真的觉得我成了一个新娘子。但是请原谅，我无法再继续把这场戏演下去了。我无法继续面对爸妈善良的眼神，我也无法面对安武对那个女孩子的执着。我发现，我渐渐开始喜欢上了这个家庭的每一个人。当我发现了这一点的时候，我却不能不离开了。但是，我可能永远都不能够忘记这里了。这份记忆会埋在我的心里，永远。祝爸爸妈妈身体健康，生活顺心。希望那个姑娘能喜欢安武写的诗，也希望你能早日找到可以结婚的人。沈兰，水关隘，古道要津。命若鸿毛，时日不堕。城门骤闭，炊烟决断。畅修石桥，一呼百应。万人相助，三载艰辛。功始成名，责备后世。功莫大焉，万代称颂。今人采新桥，千年采，万年老，请新人采桥。新人来，欲开桥，县太爷让我采新桥。此桥不是平常桥，鲁班下凡，神功造。天上再把彩虹线，彩虹更像这座桥。
千年万载桥常在，美满姻缘太平桥。彩桥喽，彩桥喽，彩桥喽，彩桥喽。沈兰，你在哪儿？我在桥头等你。你等着我，我马上过来。人活一世，不过百年，一根红绳绳送你们。好日子长，苦日子短，一头拴着你，一头拴着你。郎才女貌，天造地设，百年好合，前世修的姻缘。喂，沈兰，你在哪儿？喂喂喂，听得见吗？喂喂，沈兰。沈兰，我在这儿呢。
钱，免灾免灾免痛痛，我们家身体健康，保佑我的孙子孙女身体好，吃得多，长得高。求上天保佑，保佑爸妈身体健康，事事顺意。我呢？保佑我女朋友永远漂亮，不长痘痘。一杯酒，祝干爹身体好，工作顺利，万事如意。小孙儿，跳，叫干爹。干爹。第二杯酒敬干妈啊！祝福干妈身体好，美丽常在，哎，发大财啊！来来来，都排好，都排好啊！大家都别急啊，别急，别急啊！安老师帮我签一个吧，谢谢安老师，安老师。哎，老师，帮我签到这儿。你了，嗯，好啊。安老师，你可帅了！来来来，排好队，排好队，大家都别急，大家排好队，对对对，排好队，大家都别急，都别急啊！我要吐啊，签的。啊，曾老师谢谢啊！几点吐的？排了两个小时。谢谢了，安老师。谢谢。哎，安老师。哎，来来来，都别急啊！来这边这边排好队，哎。排好队啊！大家排好，排好啊！都别急，别急，你别急啊！排队，排队，排队！安老师，你快点来！哎，安老师，来，到这儿！哎，都给你签到了。安老师，我喜欢你啊，帮我再买上去一个吧。来来来，别急，
起呀，就要起！哎，踩好队！踩着，踩着了！谢谢大家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好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没有签到字的同学啊，下午3点再来，好吗？哎，哎，下午再来，下午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了啊！不好意思啊，哎，下午再来，下午再来啊！哎，谢谢大家，啊，谢谢谢谢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下午再来，下午再来吧。谢谢。太火了，你这本新书太火了，沈南没白跟你回去，到现在沈南还没有消息。嗯，干脆还是给他打个电话，何必呢，都这么憋着。沈南跟我回家彩桥是情分，要是情分没断的话，我们就能再见面。